好了，现在来到了 Hippopotamus Lily， 准备打开他的这个2016年的生日礼物了，来欣赏一下。听说是小箱的。小箱 ，What if that means？ 看一下。听说凯源今年很贴心的小箱了一下。OK， 好了，我要开始看。来，小强的开心的脸，你什么感想呢？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小的粉红色的皮夹，刚好很适合我。OK， 你看，它是粉红色的，然后带一点那个 pearl 的颜色。了解。好了，生日快乐！开心开心。Mandy 吃面包，谢谢哦。